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2020年5月3日的主日崇拜。这是马来西亚自从行动管制令以来我们第七次的线上崇拜。谨代表班德马兰慈龙卫理公会向凡属乎我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的众教会的安，愿我们天父上帝和我们主耶稣基督赐给你们恩惠和平安。如果大家有注意过去几天在我们教会的官方媒体上，例如面子书跟 WhatsApp， 有一封来自我们的卫理华人联谊会会长郭汉成博士所写的一封有关如何在线上进行圣餐的指南。我们的主理蔡礼华牧师过去几天也花了一些心思准备了一些影音档案，教导我们的众信徒们有关圣餐的礼仪和背后的意义，也提醒我们当准备的一些细节。卫理公会非常看重圣餐，因为我们的会主卫斯理·汉认为上帝透过在他子民他信徒当中设立一些媒介，这些媒介能够在我们的操练圣洁生活和经历上帝丰富慈爱当中得到不断长进，而这些媒介呢，就是所谓蒙恩的管道。卫斯理·约翰认为有两大类蒙恩管道。第一大类蒙恩管道呢，包括祷告、个人祷告、家庭里面的祷告和众信徒在各样聚会当中的祷告。第二呢，当然也是过去几个星期我们的牧师传道讲员们不断提醒我们，在这段 MCO 期间要好好的研读上帝话语，明白他真道，默想他给我们的真理。第三呢，就是圣餐。第四，禁食。第五呢，基督徒当中奉耶稣基督名的任何的聚会。因此今天在这个线上圣餐礼拜，我再次的也邀请也提醒我们当中的信徒，我们的基督徒们，如果你在今天早上还来不及好好的梳洗装扮刷牙洗脸，还是仍然非常随性的穿着背心短裤的话，如果你是一位受过教导的基督徒，主耶稣基督的信徒，你也对过去教会崇拜生活非常熟悉的话，让我们一起再次来到天父上帝的施恩宝座前，特别这个圣餐礼拜，因为这不单只是一个礼仪，更是我们透过主耶稣基督圣灵的同在，我们要面对面和我们的创天造地的主相遇的日子跟相遇的一个媒介。因此我邀请你，我们好好准备自己，因为我们内里的敬虔能够反映在我们外在的生命跟我们外在的行动，我们外在敬虔的行动跟表现也会进一步坚定我们内里的心智。今天的献祭礼文来自诗篇124篇1到8节，请听我来念上帝的话语。以色列人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地吞了。那时波涛必漫过我们，河水必淹没我们，王澳的水必淹没我们。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把我们当野食交给他们吞吃。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网罗破裂，我们逃脱了。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愿神赐福乏听他并行他话语的人。这时候我们准备心和我们赞美敬拜的团队，在家中无论你坐下或起来，有声无声，我们一起以欢喜快乐心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亲爱的牧师、主里的长辈，还有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愿你们平安。很高兴在这个圣餐主日呢，我们可以一起在不同的地方来敬拜同一个真神，这是何等大的喜乐！不管我们在哪一个角落，
只要我们带着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便悦纳我们的献祭。让我们在这个时刻带着欢喜快乐的心，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来吧，我们欢庆，来吧，我们欢庆主的爱，他献上他的生命，因爱我们，我们要赞美你，因你却下无比的欢喜，我们要献上赞美祭，接着欢庆歌唱。来吧，我们欢庆，来欢庆，来欢庆歌唱，来欢庆歌唱给我王。来吧，我们欢庆，来欢庆，来欢庆歌唱，来欢庆歌唱给我王。是的，弟兄姐妹，我邀请你在你的家中大声的来开口，甚至是拍手来赞美我们的神。来吧，我们欢庆，来吧，我们欢庆主的爱，他赐下他的生命，因爱我们，我们要赞美你，因你写下无比的欢喜，我们要献上赞美祭，接着欢庆歌唱。来吧，我们欢庆，来欢庆，来欢庆歌唱，来欢庆歌唱给我王。来吧，我们欢庆，来欢庆，来欢庆歌唱，欢庆歌唱给我王。来吧，我们欢庆，来欢庆，来欢庆歌唱，哈利路亚，来欢庆歌唱给我王。来吧，我们欢庆，来欢庆，来欢庆歌唱，来欢庆歌唱。歌唱给我王，来欢庆歌唱给我王。弟兄姐妹，在这个主日，我们不单只是要来欢庆，同样的，我们也要来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受死。一颗感恩的心，我们一起来唱这首的诗歌《宝贵十字架》。主耶稣，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
我们非常谢谢我们赞美敬拜团队带领我们以感谢和赞美为祭献给我们神，愿神悦纳我们的崇拜。诚如前几天牧师在影音档案当中所准备有关于圣餐教导，我们先祖威斯里约翰认为圣餐有三项主要功能：第一，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受死跟赎罪。透过圣餐，我们不单只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更是一种以临在的现在的把主耶稣基督的死展现出来。透过这个圣餐，我们再次能够与上帝相忆，让我们过去现在跟未来都能被上帝所触摸。第二，这是一个蒙恩的管道，我们透过领圣餐的时候，我们被提醒，被再次经历我们被牧养的、被喂养的需要。如果我们在最终被长老的话，我们需要悔改的地方，上帝透过圣餐提醒我们他赦罪的恩典。但对你和我，我们渴慕成长的信徒来说，这是一个获得地上的圣洁和天家的永恒的一个管道。因此圣餐不单只是一个圣化，也是一个充满一致性的礼仪。第三，这是一个终末荣耀的一个证物。透过这个圣餐，我们被提醒，我们期待那一天新天新地来到的时候，我们会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天上荣耀里面 和他共享这丰富的餐宴。因此待会我们的主理牧师带领我们进行圣餐时，无论你是单独一个人，还是和家中几位成员一起进行，无论负责派送圣饼或圣杯的家庭成员是爷爷奶奶或者父母亲甚至是儿女，我们要记得我们先祖威斯里约翰所教导一件事情，我们的信仰永远高过也胜过任何外在的礼节。而圣礼的有效性其实不在于主持的人，而是在于设立他们的上帝。
所以这时候无论你是怀着任何的心情或在任何特殊的环境，我们都以一个敬虔和感恩的心来到上帝面前，他施恩宝座前领受着圣餐。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同念我们今天的圣餐起因经文。上帝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荣耀归于至高之处的上帝。上帝是光，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上帝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我们诚然是以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荣耀归于至高之处的上帝。上帝是全能，凡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且不困倦，行走且不疲乏。荣耀归于至高之处的上帝。上帝是爱，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主为我们舍己，我们就从此知道何为爱。荣耀归于至高之处的上帝。今天我们的讲言差里花牧师，我们讲题是我们祷告对象。正道经文起自马太福音第六章九到十三节，请听我来念。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请蔡牧师。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我们来再次的回顾一下关于这一个主导文。那么有关于这个主导文呢，我想问一下啊，什么时候你会想起这个主导文？是在你词穷的时候呢，还是你想要快点结束那个祷告的时候？或者呢，是因为主导文是你最有信心念出来的一个祷文，还是因为呢，这一个主导文是耶稣基督给你的一个主导文？还是呢，因为主导文已经成为了我们一般上祷告的一个口头禅？确实祷告特别的重要。有的人说祷告呢就好像呢一闪的那个窗子，能够开启你与上帝之间的那个关系。祷告呢也好像是一架的那个梯子，能够架起你与神之间的那个通道。而且祷告呢也像一把尺，能够量出你跟神之间的那个距离。但是祷告不是要改变上帝的旨意，乃是要叫你能够明白什么是神的意思，神的旨意。曾经一个故事的这么说，他说有一个弟兄呢就遇见了天使。那么他就问天使，他说：天使先生，我想我呢这一个人啊，我很勤力的去教会，我常常读圣经，我准时奉献。那么请问我算不算是一个模范的一个基督徒呢？天使就回答说：那你懂不懂得背主导文？他就洋洋得意的说：哎呀，我自小便开始上主日学了，这篇的导文呢我怎么会不懂呢？我甚至呢从头到尾我都可以背诵一次啊。所以这个天使呢就微笑说：好的，那你在念到我们的，你是否会真的跟你的弟兄姊妹有真挚的一个相交呢？当你念到在天上的父的时候，
你是否真正的跟上帝保持那一种亲密的关系呢？或者你在念到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那你本身呢，是否过着光明圣洁的生活呢？再来，比如说你现在念到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你有没有尽力在地上，尽力在地上实践天国的公义呢？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确实一段短短的一段的祷告文带给我们非常多的一些的反思。在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里边呢，确实我们呢信仰里边有三个特别宝贵的这个传统，那就是十诫、主导文还有使徒信经。十诫呢是来自我们旧约，主导文是来自新约，还有使徒信经呢是来自早期教会的一个传统。那么我们知道摩西五经里边的那个十诫啊，都是讲到信徒的生活行为啊、道德伦理啊这些规范、这些指引。那么主导文呢，却是关系到我们做信徒的那一种祷告生活，要我们在灵修祷告的那一个部分呢，在这一方面呢有一个指导。然后使徒信经呢，就关系到我们所信的道是我们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大纲。所以一些比较传统或者特别的注重这一个崇拜礼仪的教会呢，他们通常呢他都会背诵或者呢一起的攻读这三个传统。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这三个传统里边最熟悉的是什么呢？就是主导文。你看连呢我曾经都看过三岁的小孩子呢，他们呢都能够把主导文呢朗朗上口啊，背得滚瓜烂熟。但是问题是他们明白吗？了解吗？这是另外一回事情。所以现在我们回到圣经啊，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啊，我们来看一下啊。所以呢这里呢就看到圣经里边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带领我们一个祷告的一个范文。所以这个主导文里边呢，我们来看圣经，如果你可以翻开你自己的圣经的话，你自己呢来翻开。所以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九到第十三节。当然我想我们圣经里边呢不单单是这一段的主导文呢出现在马太福音，另外一则呢也出现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的一到四节。那么其实我想这两段的经文里边呢同时都有这一段的主导文，但是呢里头都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啊。那么路加福音就看给我们看到主耶稣呢把这个主导文的背景呢说得很清楚。为何有主导文呢？那是因为有一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啊，就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所以耶稣呢就说出了这个主导文。所以我想在马太福音的记录里边呢啊，有这个主导文是因为呢耶稣要教导他们，告诉他们啊，祷告的时候不要像假冒为善的人，然后呢就开始呢教导他们如何祷告。所以对于祷告的认识呢，我想啊，我们不是一生下来我们就懂得祷告，乃是因为呢我们要有一个模范，一个学习的一个榜样，然后呢我们才能够慢慢的来开始学习怎么样的更顺畅的祷告。比如说玛利亚也是一样，玛利亚确实你从圣经里面看啊，她是向哈拿啊这位姊妹来学习祷告的。保罗也是这样，保罗呢确实呢也从那个斯蒂凡那边呢学习怎么祷告。那么这里呢我们看到耶稣也用了一些的例子，也一样的带领门徒教导他们如何祷告。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两个不同的版本的这个祷告文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啊，你就会看到它里边呢有稍微一点的不同。
啊，比如说第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啊，那边说今日赐给我们，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但是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里边呢，却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这个是有一点的差别。然后呢，十二节马太福音说免我们的债，路加福音说第四节赦免我们的罪。啊，有一次呢，我的女儿祷告啊，说用主祷文来祷告的时候呢，就赦免我们的罪。哎，我那时候好像呢，一时没想到，哎，我们一般上熟悉祷告的是债而不是罪，还纠正他。后来我去查的时候，原来啊，在路加福音的版本呢是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意思说，这里呢虽然呢有一些的差别，但是我觉得这个耶稣基督的整个的这个主导文的用意呢，并没有让我们去比较谁对谁错啊，谁抄谁的。最重要的是，耶稣呢在这两段的经文里边呢，是告诉我们说，他其实是在不同的场合对门徒做出了这一个祷告的一个教导。所以耶稣基督的祷告文这一个主导文呢，确实是我们的一个祷告的一个范例啊，让我们能够呢开始透过这个学习，然后呢进入了这个祷告。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特别是祷告这个祷告文的时候啊，我们不光是背，但是我们还是一样的要知道里边的内容是什么。所以如果我们光是呢背而不晓得里边的那个整个的信息的主要啊，我肯定呢我们会错失了许多的这个宝贵的属灵资产了啊。所以现在呢，我们看到圣经里边啊这一段经文，我们就回到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啊。所以这里呢讲到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在天上的父呢，主要呢是谈到对这个祷告对象的一个呼唤。谁是我们的祷告对象？那就是天上的父。那么接着下来呢，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直到这个救我们脱离凶恶。这里呢里头呢有三个愿，还有三个求啊。愿是愿神的名能够被尊为圣，愿神的国降临在我们地上，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那么至于呢求呢，我们求饮食，求主给我们呢日常的饮食啊，来供应我们的需要啊。然后呢接着下来他说也求我们能够怎么样呢，求神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然后呢有三个求啊，这个最后一个求就是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然后呢最后呢就是讲到，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这个是一个祈求的一个基础了啊。好，所以呢这一篇的这一个主祷文，确实我们今天我们要集中在第一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啊。因为时间的有限，我们就单单今天来思考我们在天上的父，到底我们的天上的这个父亲呢是谁呢？啊，为何他是我们祷告的一个对象呢？所以今天从这段这一节的一小节的经文里边，我想给大家分享关于两个焦点。第一呢，我们在天上的父呢，其实这个父呢是我们一个信得过的一位的天父，而且他不是我的父，不是你的父，而是我们大家的父。好，首先我们先来看他如何是信实可靠的一位天父呢。所以我们这里呢看到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先来看这个天字。这个天呢，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指关于物质上的那个天，好像我们看到天空的那个天啊，但是呢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我们也发现这个天呢也可以指向神的居所
啊，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说天上的神啊，这个是神的一个居所，神是住在天上的，所以这个天上啊，其实天上这个意思呢，有点给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的啊，给我们有一点的区分，就是关系到这一个地狱的这一个地狱性的一个意义啊，就是不是在天上就是在地上啊，这个是一个地狱性地区性的一个比较，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所以当然了，我们看到呢，接着下去你看到耶稣也讲，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里也明显的告诉我们说这个地狱性的对比呢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我们知道在天上不单是有这个地狱性的这个意思，但是它不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意思。这个主导文首句的这个在天上啊，在天上呢不是要我们去思想神不是在地上而是住在天上的一个道理，不是叫我们呢去想到一个距离一个隔膜啊啊，好像我们呢有时候的说，哎呀，为什么我祷告的时候呢啊，我呼天天不应啊啊，这个就是有一个我们说神和人之间的一个间隔啊，一个距离。相反的，在天上呢乃是叫我们去想到我们祷告的对象他是多么的伟大，他多么的有能力，而且我们看到呢东西南北啊，他的能力呢是啊覆盖全世界全面的啊啊，你任何的地方你绝对不会说你找不到啊神他的同在。所以呢这一个呢在天上可以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伟大到一个地步啊，就像天那么样的广阔长阔高深啊，所以就好像我们说我们在地上的父亲，我们在地上的父亲呢啊，也不限制于说，哎，对呀，我们是这个世界，我们这个父亲是这个世界啊，世界属世界的。然而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个父亲呢跟我们之间的那个关系，我一看到这个爸爸啊，我知道啊他是属于谁的。所以呢照样的天上的父的这个天呢啊，确实他给我们看到的是让我们知道神伟大到一个地步，你看国度权柄荣耀全部都是他的啊，这个就是最后的一节能够呢相应了解释了第一句话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最后呢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所以我们看到呢啊，这个天上的这个父亲呢，他我们所信的这一位天上的一位父亲呢，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一位父亲，他成为我们一个祷告的对象，他是我们天上的一个爸爸啊，所以这带来给我们是一个伟大全面的一个思想。你难道想说你祷告的对象呢是一个靠不住的吗？是一个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的一个偶像吗？啊，确实我们祷告的对象是一个信实可靠，他的伟大啊遍满全地啊，全宇宙万物都是他创造的。所以我想我们祷告的对象就是要找到一个能够超越我们世人能力范围的这一位的上帝。所以当我们呢来求他的时候，我们相信这个父亲呢，天上的父亲呢，能够呢啊来保守我们，供应我们，带领我们一切所需的。所以当然我想这一位的天父啊，为什么我们说父呢？这个父亲的父呢，也给我们看到我们这一个父呢是一个爱孩子的一位的家长，就好像我们地上的父亲一样啊。我们做儿子的，我们跟父亲讨什么？我们不需要呢有任何的什么阿谀奉承啊，或者呢八戒啊，或者呢诚惶诚恐的患得患失的啊。比如说我们到了父亲节的日子啊，我们要表达一个孝心啊敬意啊啊，我们就会买礼物啊啊，煮好吃的菜啊。其实这一个呢都不是什么叫做行贿啊，走后门啊，搞关系。因为我们
原本就是这一个爸爸的儿女，所以耶稣说你们虽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你的儿女，所以这个呢反映出父子的那个特殊的那个关系。所以我们这一位可靠的上帝啊，不单是在天上是伟大的，而且他就像我们的父亲一样啊，无微不至的来帮助我们，来啊爱护我们，看顾我们啊。所以我想他不会拒人千里以外，所以我们的祷告他不会说哎我完全的不理你。所以我们的天父这位信实可靠的天父，他不会呢你要求什么他给你蛇给你蝎子啊。所以我想我们这一位信实可靠的天父，在这一段时间里边呢，我们可以不可以把我们的忧虑卸下给他呢？我相信有时候呢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忧虑呢看得太大了啊，反而把我们的父神看得太小了，这个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而不是我们这一位天上的父信实可靠的父亲。所以我想我们任何时候啊，我们这个信仰里边呢，我们看到圣经里边的描述啊，非常非常的准确，非常的给我们很大的盼望和欣慰。我们这位天上的父啊，是伟大信实可靠爱我们愿意的来帮助我们的这一位的父亲。所以呢 即便是我们看到地上的父亲，他都不会呢叫我们失望灰心，何况我们天上的这一位的阿爸父神，我相信他更加的爱护我们，以至于他把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为我们死埋葬复活，然后呢我们今天可以借着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能够透过他能够回到天父那一边去。所以今天你所祷告的对象是否是一位信实可靠的一位天父呢？这个是从主导文里边呢，我想我们呢今天要非常的确认我们这一位的神是信实可靠的天父，而且他不单是我们的天父啊。所以我现在呢又要把他呢啊把焦点放在那个我们啊，他不是已经成为了我的天父你的天父，而且他是我们的天父。所以接着下来了我们来看到啊，这里有我们的天父的这个我们这个字眼。所以为何主导文呢我们常常呢拿来做一个公导文，因为它不是私人的一个导文，它是一个公导文，可以公开给会众一起的来祷告。我们这个词呢，其实我们这段的主导文里边呢，如果你一直读下去的话呢，可以看到有七次出现我们这两个字。所以呢从这个我们这个字眼也看到了上帝呢在千万人当中不单是拣选我，也拣选了你。神呀在千万人当中也拣选了其他所有的人。所以在神的眼中每一个信徒都是宝贵，都是独特的啊，都是一个上帝眼中的一个同人。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啊，原来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不应该是一个孤岛，我们不应该呢是一个孤独单打独斗的一个人，不是一个唯我独尊的一个人啊。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心态，我们都离不开我们的弟兄姊妹。所以主导文教导我们，我们要关注他人，我们要培养一个群体的意识，不要单顾自己。虽然我们这一次的疫情里边呢，好像呢已经把我们人和人之间隔开了，隔绝了，但是从这个我们这两个字里边呢，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主里边还是一样的努力寻找管道，如何在主内里边呢好好的去培养一个群体的一个意识。今天你关心了我们周遭的弟兄姊妹了吗？你看到他们的需要吗？你看到他们灵里边的忧伤吗？你看到他们物质上的缺乏吗？所以这一个呢，我们这两个字呢，
就告诉我们说，圣经里边常常都一直在提醒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我们呢要学习怎么样的来把这一个隔膜把它隔开。国与国、民与民之间呢，常常又产生很多的隔膜，种族之间的问题，种族之间的一些的纠纷。但是在基督徒的世界里边，我们这种的隔膜是应该除掉的。那保罗也说过，并不分犹太人、希利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如果我们在基督耶稣基督里边呢，我们就成为一了，我们就合一了。所以每一次我们背诵主导文的时候啊，我们思想不单是祷告的对象的伟大，而且我们也想到古往今来的那个历代的圣徒，我们在主内一家是多么样的融合在一起，一起的为主来摆上，传福音，扩展上帝的国度，彼此的相爱。这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啊，我们这一个两个字呢，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反思。所以神不单是我们信实可靠的天父，他也成为我们的天父。因此我们要更多时间来与我们的主内的弟兄姊妹有很好的一个配搭交流。所以弟兄姊妹，这段经文确实给我们带来了这一个祷告的一个重要性。所以呢，祷告，我们的祷告里边呢，是否常常也带着一个想到别人，为人代祷的一个思想。所以祷告呢，是我们服事当中呢是最艰难的一个工作。往往呢，通常我们祷告，我们都求神啊，你给我什么？神啊，你给我那个？神啊，你给我这一个？但是呢，有很多时候呢，我们有想到别人的困难吗？然后我们特别的为他祷告。所以祷告呢，是所有服事当中呢，其实是一个最艰难的一个工作，但是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而且是一个非常有果效的一个工作。盼望我们透过祷告，突然间，不是突然间，上帝就在按照他的心意和权柄，就把这个事情成就了。所以不要看我们这几个月一直在为这个疫情祷告，好像没有什么效力啊。确实，当我们一直透过这个向神诉求的这个祷告里面呢，我们相信上帝一步一步的来打开这一条的道路，让我们呢有更多更多的出路。所以弟兄姊妹，谈到这个主导文，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有意义的来背诵这个主导文啊。现在这个科技的时代啊，每一个人都讲求快，所以呢，我们呢可能有时候也比赛啊，谁呢能够把这个主导文呢背得最快，一闭上眼睛呢就口若悬河哦，滔滔不绝啊，就把它祷告完了。但是有时候呢，我们过后就记不清楚我们所说的话。记得，当你祷告的时候，这段的祷告文里边，你要思想上帝伟大的慈爱的形象啊，让这样的一个思想慢慢的融进你的思想里面去。所以背诵这个祷告文的时候啊，我们呢不要呢只是好像呢背完就算了啊，水过鸭背啊，完全没有去思想啊这个祷告文里边带给我们的一些的重要的一些信息。所以确实不容易，祷告的时候呢最难学的一个功课，说你能不能够安静在上帝的面前，安静在他的面前，不要马上就开口就说话啊。所以比如说做一个爸爸的，难道你想要你的孩子呢来到你的面前啊，你的孩子就从口袋里边呢拿出了一张清单，说爸爸我需要这个我需要那个，然后呢就把清单的塞在你的手里边，然后呢他就跟你说再见。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做父亲的，我们也不要呢有一个孩子的是这样，我们也拿着一张清单来到上帝的面前，说神啊，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啊，然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然后就阿们。然后呢祷告完了，连上帝呢有没有呢给你这一个答复啊，你根本不问你就走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要学习如何安静在上帝的面前来寻求他。
久而久之，我想我们呢就能够呢很深入的进入了跟神之间的那一个非常美妙的一个交流。所以背诵呢，我不是叫大家呢，你要把它背得慢一点，但是那一种呢，觉得会让人觉得太过生硬了，人工化了，不是。最好呢，在祷告的时候啊，我们能够呢多安静一点，在神的面前多思考，多默想。啊，让自己能够呢越来越靠近神，然后呢思想他的伟大，他的慈爱，接着下来你开声，你祷告。所以我们的父，我们这一位天上的父，他是信实可靠的天父，他已经成为我们众人的天父，大家的天父。盼望这段日子里边，我们虽然很多时候呢我们做不到东西了，但是我们要操练这一个祷告。所以今天短短的这一段信息，也盼望能够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如何透过祷告来带领我们，求神带领我们这一段疫情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奉耶稣的名字来帮助我们，来除去我们一切我们的忧虑。好的，我们这时候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万人当中被你选召，成为主你的儿女。我们在时刻，我们也知道你借着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成就了这一个救赎的工作，让我们今天能够借着耶稣基督回到主你的身边，甚至你称为我们为神的儿女。你是我们的天父，你是我们的阿巴父神。愿神你继续的帮助我们，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寻找你这一位阿巴父神，因为你是我们祷告的对象，你是我们一位信实可靠来帮助我们走过这一条艰难道路的一位的神。愿神你施恩带领我们众弟兄姊妹，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们。我们谢谢蔡牧师再次以神的话语提醒和建立信徒会友们。我们也代表班达马慈龙卫理公会向许多信徒们说声谢谢。在过去一个多月非常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看到许多信徒仍然在教会所推展的各样社会关怀和恩慈的服事当中出钱出力，直到神的家并不缺乏。在1738年，我们的先祖卫斯理·约翰在伦敦开始他服事，在短短的60年当中成立了将近149个联区。每个联区呢就如等于今天我们所理解的教区一样，大概有25到35个聚会点，是一个骑马传道人所可以抵达的一个范围。在一个没有火车、飞机和汽车通讯媒体的时代，卫理中能够如此急速的成长，当然这是一个圣灵 大能的带领。但是我们也看到我们先祖卫斯理·约翰他的委身，他清楚的意向，他领导和组织。因此我们也这时候特别邀请我们的仆人领袖和各事工负责人，我们学习我们先祖再次的委身在神的面前，透过各样方式再把神的羊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看到过去一个多月许多的小组团契，包括主学，慢慢恢复了各种各样的线上机会。这里一个好消息，在5月份开始，我们也会开始了我们第一次的线上四海查经班。因此，四海查经班的学员们，欢迎你们归队。接下来把家训报告时间还有奉献交给牧师主持。弟兄姊妹，有关于教会的奉献，我们呢发现到，自从新冠肺炎这个疫情蔓延的时候，差不多每一次线上的这个崇拜的这个奉献都一样的减少了许多。不单是我们的教会，甚至呢有许许多多的统计，我们所有的卫理公会属下的牧区都面临这个奉献减少的一些的问题。当教会的奉献一减少，教会的圣工呢就非常难去推动。
所以在这一段的时间里边呢，我们需不需要再次的来进行十一奉献呢？在旧约的时代，其实摩西就借着神的这一个吩咐命令来向以色列人颁布了一个律法。神对百姓呢有一个要求，就是要他们呢把他们的十分之一献给耶和华。这个是旧约的时代，特别是在马拉基书我们也从那边呢有看到了一些的经文比如说先知马拉基就责备以色列人说，人岂可夺取神的物呢？然后这些人又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物呢？就是你们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公物上，这个是上帝借着先知马拉基来指责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呢夺取了神的这一些的该献上的这些的十分之一。所以当时呢，其实以色列人呢不是单单呢奉献十分之一，甚至超过了这个十分之一。所以马拉基书里边呢，其实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所奉献的这个十分之一呢，其实是最起码的是不可不行的。这个是以色列人蒙福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条件之一。所以上帝呢没有叫一个人呢一定要奉献特别的多所以呢只要呢有一个奉献的一个比例我觉得这个甘心乐意的奉献，上帝呢都特别的看重和喜悦。所以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呢，也曾经称赞过一个单单奉献了两个小铜板的这个穷寡妇。所以耶稣说这一个穷寡妇所奉献的这两个小铜板比其余的人呢还要更多，因为这一个穷寡妇呢是把自己完全都献上了。所以圣经里边一直告诉我们说，你们将这个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的送入仓库以此来试试我，看天上是否能够敞开这个窗户，然后倾福于我们，甚至无处可容。所以我觉得上帝呢是用这个方式来激发我们愿意的用这一个来表达我们对他的爱。这个是不单是仅仅是这个旧约的一个应许，其实我们知道来到新约的时候圣经里边虽然没有直接的这么说，但是其实新约里边如果我们去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们的信徒都是把所有的产业都把它变卖了，然后呢拿到使徒的脚前，然后全部呢放献上。所以圣经里边呢一直都提起我们的这一个奉献，其实可以去经历了神的这一个真实曾经呢有一个故事呢这么说，来自一个大陆的一个姐妹她信主不太久，那么呢她就看到牧师啦弟兄姊妹啦一直教导她如何做这一个起码的十一奉献但是那个时候呢她还不真正的认识到底我奉献的对象呢是谁。所以呢他就说，哎呀，我奉献以后我的钱会少了一些。所以呢后来他开始十一奉献的时候呢，就慢慢的去经历了神的这个丰富和祝福，所以使到他的奉献呢变得更加的甘心乐意。但是我想我们呢不是在这边呢来鼓吹这个成功神学，说你怎么做你就得到什么，而是我们呢虽然是来到了一个恩典的一个时代，我们呢不能够有一个态度说我现在呢拥有了一切，我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而是我们呢要想到我们今天拥有的这一切岂不是上帝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甚至他把自己的灵也赐给我们，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为我们复活。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奉献这一些的财物其实根本不及这个法利赛人当初他们所做的一切。虽然法利赛人有一些呢是
为了要显耀他们的这一个有钱，但是呢，我想在基本上他们都有做到奉献十分之一。所以我想我们呢，今天如果连十分之一都舍不得给的话呢，我怎么能够呢说，哎呀，我要全人都奉献给我的这一位神呢？盼望我们呢要晓得万物都是从我们的神而来，所以盼望我们也愿意的在这个十一奉献上，我们呢继续的来好好的来进行。所以奉献其实不是一种的功德啊，它也不是一种呢换取神恩典的一个手段，也不是呢说哎要来表明说你看我多么有钱啊，然后呢你看我所奉献的啊，上帝一定是垂听我的祷告，然后呢给我更多的祝福。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带着爱我们的上帝，甘心乐意的奉献这些的钱，是用在上帝的这一个圣工上，盼望这一个呢也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恩典。所以今天很短的一个信息是鼓励弟兄姊妹虽然我们呢不能够有实体的崇拜，也不能够直接的奉献，但是呢我们还是一样的可以在线上来做出这个奉献，以至于我们的教会的这一个仓库不会缺乏，让我们的圣工还能够继续的走下去。谢谢大家。好，主内的弟兄姊妹，这时候我们要开始来进行奉献，让我们能够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奉献，盼望我们一直都有心中的这样的一个对神的一个感恩，知道一切万物都来自我们这位的上帝，让我们甘心乐意的把这个金钱献上给我们的上帝，好不好？我们先来做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伟大的上帝。我们也知道主啊，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生命，有气息，有健康有物质上的一切的供应，我们为此来向你献上感恩，也祈求天父继续的保守我们甘心乐意的把主你的所给我们的这一些的财物，我们都能够把它献上在主你的国库里边，让主你的教会继续的能够使用这些的金钱来作为主你的圣工，继续的来扩展上帝你的国度。愿神你施恩带领我们这一段奉献的时间，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来听几项的报告。首先呢是有关于这一个成团所推动的这一个抄写圣经这是第二卷书的箴言书，我们也发现有些人也已经把它抄完了我听了以后呢觉得真的不可思议怎么这么快但是我觉得抄圣经确实给我们带来一些很好的一些果效我就读了一篇的这个见证说到2000年的时候台湾圣经公会他们就发起了这个千禧年的抄圣经运动，然后呢就在2012年的台湾呢高雄就有一个弟兄呢他就见证了他抄写圣经的一个果效他用了3年的时间抄完了圣经一整本，抄完了整本圣经的时候，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原来这位有忧郁症的这一位的弟兄呢，结果抄完圣经以后，他的忧郁症也因此得到医治了。这个是一个非常激励人心的一个见证盼望弟兄姊妹，你在抄圣经的时候呢，你也能够呢，透过神的话语的喂养，也能够给你带来美好的一些果效。另外，我们呢，下个礼拜5月10号礼拜天11点照旧我们有线上的崇拜讲员呢是我们景深传道虽然教堂暂停崇拜，但是我们教会呢我们仍然呢在聚会着，所以我们的年会会长还有总会的会督我们看到他们都已经呢做好预备的心告诉我们所有的堂会，记得我们呢依然在5月份，我们停止实体的崇拜，
继续的在线上进行，待会儿我们的圣餐也是在线上进行了。所以这个呢是一个短暂的一个措施，盼望我们呢恢复了这一个实体崇拜的时候，弟兄姊妹还是一样照旧要回到教会去。另外呢，我们年会的这一个救援赈灾事工 MCRD 已经如火如荼的做了许许多多的一些的工作比如说他们呢已经分发了价值120万的一些令吉的这个食品医疗用品非医疗用品物品或者个人的一些防护的装备等等所以呢这一些呢MCRD 呢都做得特别的美做得特别的广特别的好，所以盼望如果弟兄姊妹你们有感动的话，你们也可以为这一个事工来做出奉献怎么奉献呢？我们呢 PowerPoint 有列出银行的户口还有那个名字也如果说弟兄姊妹不懂得怎么奉献，也可以联络我们的家信弟兄。另外呢我们本堂也有爱心的派粮活动，我们已经走过了一轮，现在我们手头上也有另外一张新的名单，我们也盼望在最近我们还会派发第二轮的爱心派粮活动。所以弟兄姊妹若是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在祷告当中支持我们支持教会，支持这一个活动，也一样的透过金钱也能够来做一些的资源的工作。好，这时候我们就预备心要来进行圣餐了，请弟兄姊妹我们带着喜乐的心、恭敬的心、祷告的心来进行这一个圣餐，这个是我们应有的一个心态，好不好？我们就预备好了那么把圣杯圣饼这个时刻放在已经放在桌上了预备心，待会儿我们呢把圣餐的礼文呢我把圣餐的礼文念完了以后，我们就一起的在线上来进行这个圣餐，那个时候请弟兄姊妹按照我的指示一步一步的来进行。好，现在呢先听我来念圣餐礼文。那么今天的圣餐礼文呢不需要弟兄姊妹的这个回应就直接的听着我把这些圣餐礼文念，但是听我念的时候大家一边的思想这些礼文里边的内容也一样的纪念思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我们一起的来听这一段的礼文。好，圣餐礼文第19段的邀请文，你们若真实悔罪，就当存着信心前来到全能上帝的台前面前谦虚的忏悔，领着圣餐得受安慰。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创造万物审判万人的主，现在我们承认及悔恨我们的种种罪恶，我们诚意忏悔，求慈悲的父怜悯我们，赦免我们从前的罪，又赐恩典，叫我们从今以后改过自新，遵主的圣意，这是靠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圣经上对谦卑懊悔的人所说的话，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挽回的祭。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要喝，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阿们。好，谦恭敬主文。慈悲的主，我们来到主的圣桌前，不敢靠自己的义，唯靠主的大恩典，我们就是拾取圣桌下的灵碎也是不配的，唯主永无更改，
常施怜悯，叫我们能领受上帝爱子耶稣基督的圣体和宝血，使我们犯罪的身体和灵魂都可被他的宝血洗清，而获得丰富的生命。我们就常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常住在我们里面。阿们。好，这时候请弟兄姊妹按照牧师的指示，我们一起的同步来吃喝圣饼、圣餐啊。好，这时候呢，就拿起我们手中的面包、饼干也好啊，我们一起的来先念这一段的祷文，然后我们一起的来吃这个饼。创造万物的主，我们赞美你，因你的慈爱，我们献上这地所供应及借着人手所做的饼，我们为此感恩，因它将成为我们生命的粮。奉主耶稣的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吃这个饼。好，现在拿起圣杯，我们也一样的来念这一段的祷文。创造万物的主，我们赞美你，因你的慈爱，我们献上这杯葡萄的果实及人手所酿造的葡萄汁，我们为此感恩，因它将成为我们灵命的粮。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一同来喝这个杯。好，这时候我邀请一家之主来带领祷告。如果你一个人，你就各自的祷告，或者都是一群的朋友，也可以各自的在那边祷告，好不好？我们这时候呢，就一起的用一分钟，我们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好，弟兄姊妹，我们这时候我们来领受上帝的赐福。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在圣餐里面喂养了我们，使我们与基督联合，让我们能够预尝到你为我们在天国里预备的盛宴。我们如此的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交在主你的圣手当中，让天父你的圣灵能够来引导我们，安慰我们，感动我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还有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安慰，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这个时刻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的，那平安散会。